嗨，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个赵我你的你个赵你敢没气过吗嘞叫你们怎么是不见吗我是高树雄的妹妹阿珠。我哥哥自小看着跟妈妈相克，所以因两个常常在运动场走小日。唉，我想，因们还有连续剧通好看哦。阿勇啊，今天来吃饭啦！我靠，拢是蚊啊呢！今天来啦，不爱啦，阿胖也给我拍。哎呦，袂啦，一个后壁洗衫裤，来来来来，豆豆吃，吃哈紧就解掉。咱囡仔人哦，身体爱学较好嘞，唔通卡袂掉就要甲人相拍。妈唔通点点咧，你哪胖个生气？阿妈，你唔知啊？起码规个学校的同学拢无我。是哦，安那样呢？就是阿胖啊，伊就爱伫个同学面头前甲我拍。嗯？你搁讲？哎呦，恁两个母仔囝，真正是顶世人结什么冤呐？这世人才会跟那冤仇人共款哦。阿母啊，你别每次都替他说话，他都叫你心坏去了啦。陈松竹、张金城、张天柱、许金水、王明仁、郭世雄、许秀美、张玉玲、陶燕妮、反应还蛮快耶。展你考几分？你会不会被留级啊？哪像你，留级大王。大家这次地理月考，大多数的同学都有进步。郭世雄，哟，学地理东西南北要先搞清楚，淡水在哪里？是在台湾的北部，不是在蒙古。淡水不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北方吗？蒙古也在北方啊。你哦，就是上课都不认真听，再不加油会被留级哦。在上课之前，要为各位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李佳桦。这里，到前面来。来来来来来，这位是从台南转来的新同学，他叫做李佳桦。他本来在台南的国小念书，因为父亲担任军职的关系调职到淡水，所以呢从这个学期开始就转到我们学校来。嗯，是谁在玩球？郭世雄，给我起来！接杀出局。阿嫂，来买啦，算你较俗的啦。囡仔食鱼哦，会变巧哦。阿婆买白酒好不好？囡仔食拢无刺，我送你一斤十块就好啊啦。好啊，提一杯。好，我请看麦。你是怎么搞的？又来这摆摊儿？你真是讲不停啊！你闲呐，要提走我的钱呐？我还靠在趁钱呢。听我啦！你干什么？我要告你妨碍人命！你讲什么我听不懂。放手！放手！八戒，我精，你两个店家好好保护师傅，心上拿来可留妖怪，你千万不能惊准一口啊！做工讲出来了，听我一句，这把你个人收集的千年别骨精呢，一听讲那是只东山中的马，会当良心不落，所以。
真早。阿母，你看这。唐王公一离开了，伊就随我紧准备要去掠。真正是颠肥去肥个狗。南庄的时阵，突然间叫伊口所发出的一道金光，藏一个乌暗影，随后都变作一个美貌。我拜托你去读书，卖阁耍棒球啊，好不啊？拍球有啥物无好？会当为国争光啊！我看你身为家己争光好无啊？你看你小妹啦，又阁提奖状啊！你敢知你要留级啊？留级就留级，有啥物了不起？你个嘴硬！家己娃娃，有听无？好啦好啦，唔通甲袂到就甲拍啦，唔着好好啊讲。哎呦，阁去用命哦！啊，是安怎啦？好啊，行行行，咱来写功课。来，这坐去后尾。哎、欸，你个麦当去找一个新来的管区，把我的亲阿兔转来。亲啊，阁用木手去啊、哦？嘿啦，你去拜托人阿提转来啦。袂用的啦，顶届迄个陈警员升官被调走啊啦。敢讲你袂当阁去拜托别人哟？你是安怎奈拢无爱拜行阿弟？行阿弟，行阿弟根本就无生理。你抓准我爱拜咧街仔路走警察咯，我无去做生理，你欠人的三百块钱是伫当时就还得了啊？好，我拄好出来去，我紧来去想办法。哎呦！来，来，咪咪，来哦，来哦，很老爱哦。青叶哦，阿勇啊，你还注意看，那看到地无爱警察，都爱紧甲阮通知，知无？好啦好啦，我知啦。哎，这橘子，嘿嘿，你的、哦？嗯，谢谢。你客气哦，两粒柑仔都摕袂好势，卡手较紧的啦。阿雄，老大，较紧啦，我讲伊在等人啦。袂使啦，阮阿芳叫我过警察。啊，恁先去拍啦。警察来啦！歹势啦，袂当袂了，警察来啊！阿勇啊，紧甲我倒提布做个衣头啊啦！哦。哎，猎伯。阿旺，你做较紧的啦！阿胖，吃啦！啊啊啊！哎呦！一安德就一直踢我的椅子啊，啊，我不想理他，结果他就踢得越来越大力，因为声音太大声啊，就引起老师的注意。原来他的原子笔没水，想跟我借。哎呦，你实在是戆到白白上呢，警察跟高中生拢分不清楚。你生来是要克我？Thank you.
你那爷啊，跟那个何林阿布面啊，哎呦，实在是哦。我咧，你嘛想要想要吹陶笛啊？哦，你有够巧的，连哆来咪就听有哦，安尼我就叫你哆来咪。哈哈，哈哈哈，真正听有。臭白目啊！你搁敢来找我？哈哈哈！来，贪吃鬼！每一次阮哥哥和阿母妈心情无好的时阵，就有一挂动物来甲伊安慰。我感觉伊足厉害。伊甲动物之间，亲像有欣赏互动的能力。来，咱来接球。伊上喜欢的是这只白灵犀。Yeah! 哦，不是，伊叫做白目啊。伊哦，上妖怪啊。戆鸟啊，咱哪教拢袂晓？哎，球嘞？查拉蒂，我抓到，来，亲我。哈，你嘛也一只。哎，卖走。足厉害的！你真正有够巧，你是猪还是狗？哈哈哈！神猪，神猪，你是神猪！哎，我跟你们说，我连续丢了几颗球，他都接得到。他的动作简直是狗，不是猪，真的有够聪明。去年过年，我爸爸带我去乌来，有只牛会跳舞，还会算数，哎，大家都丢好多钱给他。哎，说不定我们家的猪也可以到乌来去跳舞，帮我妈赚钱。哎，对哦，那他也可以帮我们赚钱，买棒球手套。对对对对，他还有一招，耳朵像扇子一样扇动。他还会斗鸡眼，太厉害了吧！嘿嘿，斗鸡眼是我的专利，他才不会咧。郭师兄，请问你有帮你们家的猪取名字吗？有啊，他就叫阿肥。阿肥，阿肥是什么意思？就是长得像你肥肥一样的意思啊。郭师兄，李佳桦，你们两个刚刚有说方言。我有听到哦，你听错了吧？大家都没听到，是不是？是啊，我们都没有听到。听到了没？要不然你说说看，你听到我说什么方言咧？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了。我明明听到你们两个说了阿肥的方言。你敢记的话，你赶快试看嘛。郭师兄，我能不能跟你们打棒球？你会打吗？会啊，我当过捕手耶。
真的？你有球具吗？有啊，是全校的捕具耶。哇，你们家是好野人耶。什么是好野人？好野人就是台语的好野狼啊，就是有钱人的意思的。嘿嘿，都请你吃。这是什么？巧克力啊，国外进口的呢。嘿，这个感觉好像看到美丽又漂亮的她。阿娘喂，国士熊，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想被罚青蛙跳啊？你给我规矩一点。欢迎你加入阿布依消防队。哥哥自从发觉阿伯了后，意外的是，棒球队就接二连三地打赢球赛，阿伯也就成了球队的吉祥物。五年四班少棒队也更名为阿伯少棒队。便当，便当，臭酸营养的便当来了。喂，刘泽瑞，你拿错便当了，你知道是哪？哇，鸡腿耶！李佳桦，你们家是好野人耶。你们要吃吗？给你咬一口，可是不要太大口。啊！拜托嘛，赶快到下节啦！没使啦，这边真正没使。哎哟，以前拢会使，这摆啥那没使？因为我嘛爱写母亲节的作文啊，你家是同一个阿母。反正老师一定唔知啦。不过万一让阿母知影，我会让伊怕死哦。怕？打就走会溜啊！袂使啦，我才无亲像你遐尼搞走啊！拜托啦，我顶过阁请你食巧克力耶。哥，你要试看卖无？我相信你一定写会出来。吼、哦，你又阁来啊！我的母亲叫阿香。我一生下来就叫他阿香，叫我爸爸阿发，好像他们不是我父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叫他们爸妈。他常骂我说我是生来克他的，什么上辈子欠外西狼贼。他喜欢当着大家的面前打我骂我，让我觉得很没面子。他也常常跟阿发吵架，他爱骂别人，看别人被打得很痛苦他就很快乐。他很讨厌警察，爱跟警察吵架。我好想赶快长大，能够赚钱，赶快离开这家。谢谢收看。真的很不听话，规天就小气头打棒球。我不是没有教他，每次说他几句，他都很硬嘴硬嘴啊。
还有哦，贵给他骗钱哦，说要买文具，结果哦，都是去买些有的没有的啦。有时候哦，我想好好教训他，他就给我跑马拉松，现在越跑越快，我真的是越来越拿他没办法。郭妈妈，你不用生气，我已经决定要把郭世雄留级了，让他重新再学习，要不然他不会乖的。留级？老师，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其实哦，阿雄没有那么坏，他会这样哦，有一半要怪我。可能是我上辈子对他不好啦，这辈子哦，他才会对我这样。我拜托老师不要给他留级了。他功课不好，明天我就给他去补习。啊，对了，这鱼松吼，我用高布收走的啦，就好吃的呢。请老师吼不要客气，吃看看了啦。拜托老师哦，不要给他留级，要不然哦，他会去做流氓的。拜托啦，老师啊！你真的要好好孝顺他，不要嫌弃他。他真的很命苦，他那么爱你。你功课不好，他居然说一定是他前世对你不好才会害了你，这什么理由嘛？怎么会有这种理由呢？阿雄，他真的很爱你，老师拜托你回去好好叫他一声妈妈，好不好？什么？难道你都不会想叫吗？说啊！不要，你真的很拗哎。你告诉我，讨厌你便当盒的蟑螂是不是你放的？妈妈说不能叫妈妈，只能叫阿香，不然会渴死他。阿珠，你在哭啥？阿母在抬鸡啊！你跟我妈妈拜拜。抬鸡？啊！哎呀！哆啦咪，你先坐。你老会啊！阿鸡嘞？阿鸡是走哪去啊？死鸡啊！抬半步都抬袂死。啊！呆子！啊！死鸡！我已经开始洗手，稍等，你要拜拜了啦。阿勇啊，今仔日阿妈吃菜，妹爱甲你捏菜。你要多吃一些吧，不能一直吃饭哦。黑熊，我妈，
鸡腿啊，你最爱吃呢，还不爱？我要跟我吃菜，不爱吃鸡腿啦。这是拜神的，会给你保庇。我不爱啦。今天哦，我有去问算命先呢，说以后你的名哦，爱改做郭世顺。哦，拜托，你又再来啊。上次你叫我改郭世雄，我这么不简单这习惯，现在又叫我改。要改你自己改，我不改。无你是要啥？这一切也不是为着你好。莫得卡这改改了哦，你的功课就进步啊。来，伊不爱吃哦，再给你吃。啊，我不爱啊。奇怪嘞，你两个是你吃不到呀，哟。嗯。阿嬷，阿芳今仔日足恐怖的，是安怎恐怖？哦，无啦，对啦，阿嬷，先做咱咪拜拜，拜拜才会得到神明的保庇呀。先做拜拜，爱抬家抬阿，拜神拢用三星，自古早就是安尼啊，无用鸡阿阿拜，爱安怎？会安怎哦？敢那就袂保庇呀？遐个鸡仔啊，足可怜的。阿嬷，先哪里要食菜？哦，是一个师傅讲的，讲会当培养咱的慈悲心哦。师傅是铁公老迄种人哦？囡仔人袂个无礼貌，迄是出家修行的和尚，伊伫梁山寺，伊足好讲古的哦。你若有兴趣哦，明仔载我带你去找伊。好好，伊会晓讲《西游记》的故事无？伊会晓讲佛陀的故事哦，足好听的哦，你一定会喜欢啦。有的时候不懂你的好。时空消失也都能触碰，把你记到老，依然微笑拥抱。这种爱哪里找？抬头发现远方的温柔，黑暗中看见家的光芒。牵右手，时间停留，别走，让生命每一刻有我。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